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杰杰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到新宿区神乐坂站神乐坂通散步。在神乐坂通这条街上，一出站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各种各样很吸引人的小店。在这条商店街上，聚集着很多有名而又时髦的店，被称为小小的巴黎。是东京新宿散步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。Happy Mall Fruits Fruits Punch。一個300円。下箱。原宿ベリー。这家库西店把好吃的东西一个一个都串起来，又好看又好吃。这家上海料理店看上去非常美观，好吃还便宜。现在正好是中午时间，我们到这家牛肉店去看一下吧。店不大，但是非常安静清洁。这里的牛肉味道非常鲜美。吃了一顿很满足的午餐，然后继续散步。在这条商业街上还看到了这个叫五十番的买肉馒头的商店，这家是本店，等会儿还有另一家。イタリア、あ、ピザ屋さん。水晶。然后在这里有一些面馆，这家是荞麦店。然后这家是乌冬店，也都非常好吃嘞。
面面白い。旁边就有一家这样的拉面店。在这条商业街上，有很多很多吸引人的小店，但其实今天到神乐坂来，主要是想去逛它里边的小的胡同。在小胡同里，你就可以感受到，它还保持着很多昭和和江户时代的感觉。好，现在随着我一起去旁边的小胡同转转吧。美味しそう。在这些小的胡同里，很多建筑都是以黑色的墙壁和软石路为主，并聚集着许多小小的高级料理店。四川料理孜然わあ、この鍋すごくない？日本人大丈夫なこの味、この鍋这家荞麦店显得很神神秘秘的。美味しんぼ。え、見て、これは何よ、亀。
个胡同叫冰库横丁，据说它以前是收藏兵器的，所以外面黑黑的墙壁，里边显得很神秘，现在都成为了各种高级料理店。在这家店，每天一个房间只收一个古鲁普吃饭，全部是预约的。在这里吃饭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。何の料理か。吉田の家。吉田の家。やってます。本日貸し切り。何？塩バターとか。あ、お菓子屋さん。这些就是神乐坂很吸引人的地方，有新的商店，也有旧的江户时期的风味。好，现在再跟我一起来看一下。在神乐坂通到饭田桥车站的地方，有一家很吸引人的咖啡店，下面大家跟我来去看一下吧。在桥的中央就可以看到饭田桥站，从桥的另一边可以看到咖啡馆，下面随着我去咖啡馆转一下吧。すごい。就是这家咖啡馆，可以从路面上的正门进去，也可以从侧门进去。这里除了咖啡，还有甜饼，还有披萨、spaghetti 等。这后面是烧烤时用的工具，这对面都是一排樱花树，到四月左右，这里是非常热闹的。
アップル。これはプレイン。色と勝手に言ってんの。ここに座る。このプリン濃厚ね。セミフレコーヒー濃厚人だ。在这里坐上半天都不会觉得厌。在新宿区有这样一个清静的地方还是比较少的，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。好，今天的神乐町散步已经到了尾声，谢谢收看。喜欢我频道的，希望点赞、订阅，有新节目可以收到通知。谢谢大家。